弟兄姐妹平安。创造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当我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坚定地依靠他，寻求他，相信神必为我们显明他的计划。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
的神，帮助我们的眼目专注于你，帮助我们的心坚定的来依靠你。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会有许多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主啊，但是你就是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根本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主啊，你必要使我们重新得力。主啊，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你要使我们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谢谢神，愿你天天用你的爱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全人全心复兴起来，再一次坚定的来跟随你，依靠仰望你。谢谢爱我们的主，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迎加入我们的祷告大军的行列，在人生的五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更要来祷告。我们已经谈过了三个时刻，我们谈过了为别人祷告很挫折的时刻，我们谈到了我们自己身心俱疲的时刻，我们也谈到了四面受敌，整个大环境不受控的时刻。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会经过的，叫做自我怀疑的低潮时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读完这段经文说，我怎么看不到有什么艰困的时刻。各位，如果为你施洗的牧师有一天说，有没有空我们喝个咖啡，而问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会不会很错乱？你一定会问牧师说，牧师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有人跟你说我诈骗了，还是教会发生了什么谣言，为什么你突然来问我？然后牧师就说，没有，只是我越来越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我请问你，这是不是很大的伤害？绝对是。今天这个故事一不小心就一尸两命，一不小心你问话以后就两个人倒下去。我真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耶稣你真是太厉害了。如果有人这样质疑我的话，我真的是会翻脸了，我真的会很生气。各位，没有发生什么事，你明白吗？没有发生什么事，不像但以理遇到了什么逼迫，遇到了患难，不像摩西那些百姓拼命的在抱怨，然后还在那边造金牛犊，实在是太可恶了。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就只是施洗约翰，他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回想，我这一生服侍的价值在哪里。各位，施洗约翰的价值在哪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行任何一个神迹，我没有看到他开任何的布道会。当然他叫施洗约翰，他帮很多人施洗，可是当他现在被关在牢里面，因着指责当权者而被逮捕关在牢里面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出不去了。他很清楚知道，你只要对政治有所了解，你就知道政治是非常黑暗的，所以他已经知道希律王不会放过他的。所以他在那边，他在牢里面的时候，他开始就在思想，我应该出不去了，我的服侍大概就到此为止，我要去见上帝了，我的价值在哪里？我这一生服侍的价值在哪里？不要以为这个只有牧师，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位代祷的同工，我们一定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们有一天行完世上的路程，我们就要问主啊， It's game over. Amen?What's next? 然后呢？
连保罗都这样，对不对？保罗说，我知道我离世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保罗说，我知道。但我们很羡慕保罗，保罗说，我没有亏负，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如今有冠冕为我存留。我真的想转头问所有的同工，你们可以确定，如果你们明天见主，你们敢说，哦，主啊，我的冠冕来，拿出来啊，戴在头上啊，还是我们会躲起来啊？有没有冠冕我不知道，本来应该有的，神护照我本来是有冠冕的，但是我有没有五千两赚了五千，我有没有资格去拿这个冠冕呢？我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用我这一生来荣耀神？我要见主的时候，我是否坦然无惧？我是否问心无愧？我想这是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如果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千人的布道会，是在一个千人受洗约旦河边，然后大排长龙受洗抽号码牌，我相信约翰那天会说，主啊，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 Let's go。 但约翰在他服侍的最尾端，我们期待那个 happy ending， 我们期待的灿烂烟火，你知道 Disneyland， 我们圣地亚哥的 Sea World 每天晚上都免费看烟火，只要你住在那附近，因为每天当他那个主题公园关门的时候都会放烟火，象征着多美好的一天啊。当约翰面对他自己这一生的侍奉，他知道他给耶稣提鞋都不配，他的角色就这么简单，开路先锋，输赢不关你的事，你只管开路，你只是负责开路。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一世英名，约翰的一世英名，约翰这一生多么的被尊重，他竟然在那个时候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吩咐两个门徒说，你们去问耶稣。哇，问的那句话真的很伤人，说你就是那位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讲这什么话？如果用我们看的电视剧，我是长江一号，其实你只是长江二号，对不对？我们还要等别人，真的情何以堪。我觉得约翰你真的勇敢，你问这句话，你要耶稣怎么回答你？但是这句话真的让耶稣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对不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一句话，男子汉一句话，是不是你还是别人？约翰真的是硬汉，真的是 old school 的作风，直接就问耶稣，我们就对决，是不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坚定的问话，其实背后代表的是约翰非常恐惧，万一不是，万一不是，我就开记者会道歉，万一不是，我就说对不起，我错了。约翰是条汉子，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没有机会再读故事的结局，说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我没有看过一个大过约翰。约翰你好样的，约翰很好，你临死前你会确认你的护照有没有错，你临死前你会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忠于所托，你是对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自我怀疑的时候，真的不要太批判自己，那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让我们更坚定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来开始来我们的祷告。当我某些坚持有动摇的时候，你会怀疑的时候，求主坚固我们的心，并且我们要寻求印证，而不是蒙着头 往前钻，我们要确认再确认，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来检查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来敞开，主啊，求你来检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动摇，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愿你就向我们来显明，不要隐藏，主啊，显明你的旨意，主啊，坚定我们的心，主啊，若是错了，带我们回转，主啊，若是正确的，主啊，带领我们有信心的继续的往前走，主啊，帮助我们坚定的依靠仰望你，主啊，你才是全能。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所坚持开始动摇的时候，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是的，是的，是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向我们来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坚持的是不是你要我们去做的。是的。主啊，若不是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愿意放下不做。Amen。但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为了去迎合别人放弃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是的，是的。我们不再是得人的心，而是我们要开始得你的心。Amen。 帮助我们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好叫我们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 Amen。 主，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完成你在每一天要我们完成的事情。是的。好叫我们每一天可以为主你而活。谢谢耶稣。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但更多的我们要承认，主啊，常常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懂，甚至时常急切的想要有一个结果，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按着我们在那个期待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来评判，我们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你的信心，甚至忘了我们自己曾经如何的经历神迹。主啊，我们要时常以感谢为祭向你献上，我们要来思想纪念你的作为，以至于在我们身边有如云彩般的见证。因此我们要来更多的宣告，天地会灭没，唯有主你的信实永远长存，永不改变。圣灵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持守坚定，使主的话能够时常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你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要 专注于你，定坚定于你，因为我们正经历又真又活又新的神迹。是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使徒约翰怀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说不定他开始钻牛角尖，说啊，耶稣一定不是，都是我搞错了，哎，我怎么这么糟糕。但约翰怎么做？他跑回去面对耶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答案。当你的领受你不确定的时候，不要自己被消极悲观捆绑，回去找耶稣，跟耶稣面对面，跟耶稣把话说清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说我们真需要你。在我们信心软弱，在我们自我怀疑的时候，主啊，我们真需要来到你的面前，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找谁的答案或是安慰，以至于我们可能就会不小心落入试探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在自我怀疑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寻求解答。主啊，寻求你的心意，愿主你来吸引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可能会哭泣，我们可能也是静默，但是主啊，帮助我们就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我们必要重新得力。主啊，我们一切不明白的也要明白。主啊，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你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来寻求你。愿你帮助我们。主啊，在疑惑不安的时候，就是要第一个先来到你的面前，安静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带领，等候你的应许。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啊，主，你真是认识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有自我怀疑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有在低落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就是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来朝见你的面。主啊，我也要得到主你的引导，得到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找这个伟人说的话或是名人说的话给我们指引，而是我们就是要定睛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得着你的帮助。愿唯有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主啊，你的话是这样何等的有能力。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时常的帮助。谢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耶稣说回去跟你老师讲我做了是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告诉他说
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对，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怀疑的时候，真能够神借着属灵同伴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印证，给我们一个往前走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要一个人走着信心的道路，主啊，愿你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同伴，主啊，我们渴望你，主啊，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主啊，求你在我们自我怀疑的时候，能够鼓励我们继续的奔跑，继续的来寻求神，不要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里面，而是让自己活出从前的喜乐，也可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现在的属灵同伴，继续的为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自我怀疑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同伴来鼓励我们。主，我们真实的需要，主，我们不仅渴望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也求你能够打发许多属灵的同伴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让我们一起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去建造教会，同心合一的完成每一件事情。主耶稣，我们需要有同伴，主，求你来打发更多同伴来安慰、造就、鼓励我们。谢谢主。是的，主啊，经上记着，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因为就连施洗约翰孤身的时候也很困难，并且你也为我们预备了其各样的属灵同伴，就在教会，就在小组，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不论我们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正独自面对我们内心的疑虑困惑，而正是信仰考验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我们能够按着我们的境况，我们来预备最合适，求你来预备最合适的肢体帮助我、服侍我，并且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肢体的环境与生活当中，我们彼此关顾，激发爱心，砥砺的行善，而且能够坚守在我们所面对的指望，不致动摇，在信心中不断得着耶稣的生命，成就主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的，主，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高过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中